小伙伴们，悄悄地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地心人要出第二形态了。今天收到了一位小粉粉的爆料，就是他，没有错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地心人的第二形态，他拥有了红色的皮肤，这是力量的象征。在评论区中打出565，你将会看到他上线后的模样。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现在有三个生物，而这三个生物中，地心人最不一样，它会飘在空中。而这个红色的地心人，它好像比这种黑色的地心人更厉害，它可能会是野人中的主宰，它会比野人猎手和野人还厉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个野人和野人猎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都是在地上站着的？和这个拥有第二形态的地心人来相比，他们简直弱爆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们获取的方式都是通过生物蛋可以召唤出来，但是我在迷你世界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个地心人的召唤方法，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地心人的第二形态。